苗栗县太福乡太福村有块丰富的自然美景。苗栗县政府今年盼的太福村龙村体验艺术节的发通，都请的客家的歌手替体验艺术的顺口来唱歌的。我向前一片弹琴乐，一片去拜访百年的古砖土，来看到彩铁历史的水文文化。光绪六年年，康熙国先生用天然方式重新创出太福乡体验高层的作曲家吴生之歌诶，来同太福村龙村体验艺术节发通开幕，批得安东尼作家结合太福山纳创作茶舞、神庙献祭、风茶社福同编织技艺，四大体验创作，一部民众看太福体验人物历史记忆。每一个作品其实都有一些就是。在地的关联性啦，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旁边的水都很漂亮，然后整个上面都很舒服，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适合就是带小朋友出来放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也是夏威夷举办的浪漫台山县艺术季内地发通其中一类。夏威夷副主席杨崇正讲，太福山有百年历史，人工打出的露水尊，太福乡每几间高层客家式作曲家，图面上人生之家乡，希望透过体验音乐会方式，带乡亲认识台山县也土地故事。我想对于所有客家藏人来讲，对土地全部有份的记忆，你透过艺术家作品来。诠释安尼客家来讲安尼客家土地的故事哈。丝绸体验艺术用粉衣编织丝条，融入到山南美景当中，体验感动人的音乐。每本千多年蹲脚下来，重新看那太湖山上有几张的。记者杨云乐，美丽报道。